大家好，我叫小艾，原本是一个清洁机器人。在抗疫期间，我都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科研人员就研发了我的新功能，就是消杀啦。孭住一个好似背包咁样嘅嘢，攞住啲吸管咁就喷啦。咁但系佢喷出嚟一啲液体嘅嘢，液体可能会对地面产生比较大嘅一个潮湿度，可能会有一个滑倒嘅一个潜在危险。咁所以我哋系选用雾化，雾化嘅作用就系话可以产生五微米以下嘅一个好细嘅粒子喺空气中浮动，你唔觉得佢湿嘅。而随住空气流动，呢啲消杀成分就可以去到空间入边嘅每一个角落。而家小艾同佢嘅兄弟姊妹可以根据设定好嘅路线进行精准运行，自动执行空间喷淋、扫地、尘推等清洁杀菌消毒工作。六米以内嘅障碍物会自动避开。原来小艾身上装有五个超声波传感器，帮助佢识别障碍，避免意外嘅发生。一次性可以工作十个钟。而且我哋机器人去到现场做一次嘅部署，就可以完成咗自动嘅建图，甚至乎我哋喺后台设定咗呢个任务啦、清洁嘅时间啦，咁佢就会按时按候咁样出嚟做保洁嘅工作，代替人去进入呢个危险嘅区域，亦都去防止呢、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目前这批机器人已经进入抗疫最前线，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入面的高风险区域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那我们会针对医院啊、学校啊、食堂啊这些专用特定的环境，去配套我们整个机器人的保洁作业的一个蓝队。病服啊、床单啊，我哋会有啲自动回收嘅机器人。谢经理话：未来希望借助科技嘅力量，研发更多新型智能尖兵，营造安全舒适嘅生活环境。